先祝贺你们今天的半决赛，能点评一下今天自己半决赛的发挥吗？我觉得今天确实我们也是赛前做好了非常困难的准备，因为我们说最开始从昨天打完，我们已经完成了最开始的目标嘛，然后希望可以颜色变化一下，对，现在是最差也是银牌了，对吧？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心态还是比较好吧，因为像进了前四肯定都不是谁、就是、哪有那么好打的，对对，没有那么好打的，都是这种艰苦的，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接受我们今天输，因为他们前几场我们看了非常好，看了录像以后他们的状态也非常好，所以对今天其实就是赢了我觉得也正常，输了也正常，因为我们不可能说我一定可以赢或者是怎么样，对。对，今天的比赛中间你们两个就是这么相互鼓励、相互提醒耐心的那个字出来看到挺多次的，就这个是不是今天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主题？其实每场球都是这样子，我觉得不没有说一帆风顺吧，就是总是人家打得好，我们有打不好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起去顶过那几分打得不好的时候吧。对，因为别人跟我们打的时候都是超水平发挥，或者是就是比以往要发挥的更好一些，所以我们也会做好了每一个球都要打100个来回的准备。对，一凡这几天就我们注意到你换了那个无袖的比赛服，这个是有什么？这个就是我教练说，就是如果觉得就是别人不好搞，你就把无袖穿上，人家看到你这个膀子可能也会敬你三分。开玩笑，对，因为我那个手臂确实大家看镜头也是可以知道我们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但是没关系嘛，就是财富，确实可能是你的财富，可能今天赢球也有穿了无袖的原因吧，就人家看到我，昨天我们队医也说我们两个像那种复仇者联盟，一个绿巨人一个那种美国队长，就是要变身了一样，就是但是无所谓嘛，能赢就行。对，就那个你们刚刚也说到那个进了决赛之后奖牌就变那个颜色就更好看了嘛，然后所以对明天的决赛有什么展望或者有什么自己的准备吗？就努力变成金色吧，就最低也有个银色，主要是得努力。对，希望，对，我们也是第三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决赛，希望我们可以努力冲金吧，就是一个全力以赴的状态，把握好明天这样的机会，争取表现得更好。对，好，谢谢。